然后就会下雨。兄弟，干嘛？有那个燕儿吗？啥？你看，你给我过来看看。哎呦！啊，你别逗他了，行不行？以后你别逗他了，行不行？我觉得他无聊。他，你又知道他无聊了？逗他，还好吧？不好，就应该不用看医生吧？打针，用打了，你打多少次？你因为这只猫打我陪你去都陪你去两次打针，你知道吗？也不想背叛你，你用你去洗一洗。回心转意，那是什么？你用肥皂洗了吗？我房间好没有肥皂。那你刚用什么洗？对，用沐浴露洗的。好。嗯，还是彩虹。来，我看看。都再看一下。好空哦。空吗？明天去看一下吧。不用看，太难了。天哪！我不打，我不。我心疼啊，我不让他打妹妹的。对啊，我不让他打妹妹，但是我会打妹妹。天哪，等一下，妈怎么知道我被猫咬了啊？语音我，真的吗？啊，肯定是你爸在看我电影。然后我妈说你马上又一笑到流血，我惊呆了。啊不，天哪，好像肯定也听到了。牛啊！好嘛，你知道吗？就是 Liga 的 Liga 的爸爸很喜欢看我们公演直播，也很喜欢看我们成员直播电台。哎，他真的在看吗？叔叔好！别逗了，求求你了，在直播吧，我无法专心，突然紧张。也不想背叛你，唯有我等你。你有什么要聊的吗？没有啊，那你去我旁边再说。我看一下。